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将进行西部客场之旅的公路队目前前场出现漏洞，前锋泰雷托维奇 Mazatelatovic 经接受左膝软骨手术，预计缺席四周，中锋韩森 John Hansen 则是接受眼部手术，周日面对爵士才会回归。206公分的泰雷托维奇是球队依赖的板凳球员，本季出赛十场，平均上场15.9分钟，可以得到7.1分2.3篮板一助攻，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46.7%。 韩森则是出赛16场，场均22.4分钟，攻下6.7分6.6篮板的成绩。此外，后卫戴拉夫多瓦 Matthew Dellavedova 左膝也有伤势，公路日前吞下二连败，目前战绩8胜8负，排名东部第9，接下来将做客太阳、爵士、国王及拓荒者队。泰雷托维奇，资料照法新社。韩森，资料照 USA Today Sports。